妈，我今天作业太难了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呀？你那个中学生作业他能有完没？啊，那个妈擅长生物，生物呢，生物呢？妈，你轻声啊，再见。哎，不知道你就抓我身上，你这是一怀正经，正正正正好。妈，开始谈判吧，这可是关系到两个星球的星际友谊。你们作业太难，妈帮不了。手工课你可以教我呀，这不是你强项吗？对呀，就做这个。小意思，看你妈。不过这么大，我明天怎么运到学校呀、啊？用车呀、啊，咱家哪有车呀、啊？来来来，快点，到 4S 店了啊！看好哪辆车跟妈说。哎，妈，等等我。妈早就想买雪佛兰，现在他们所有车型都配备了小雪 OS 雪佛兰智能车联系，不仅随时陪伴驾驶，还能打鱼解惑，实时远程升级呢，智能又方便。小雪，小雪，你觉得我胖吗？听我的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。附近有很多餐厅，试着跟我说查询附近美食。哎呀，这也太贴心了，就买它了。